看看，这是我们团队的刘汉泽，帅小伙啊。刘汉泽，你吃奶片多长时间了？40多天吧。40多天，每天吃几片？9片。一共瘦了多少斤？20斤吧。你原来多重？192。现在170。嗯。站起来，让我们看看。侧面看看，肚子都瘪了。哎呀，太给力了。这段视频是丁女士的一位朋友发给她的。丁女士的家在内蒙古自治区武川县，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认识了一位自称叫张云云的女人，双方交换了联系方式。接下来的几天里，张云云频繁与她联系，并热情地向她推荐一款产品。她就是给我推荐了一些案例，减肥成功的案例，给我发的图片也上来的。那现在我们就通过实验看一下它的排油效果到底是怎么样的。现在我们的杯子里面放了一些清水，它就是我们丝毫没有被损伤过或者是污染过的一个肠胃的环境。这就是我们平时摄入的油量，而现在其实我们国人的摄入油量都是有点超标的。张云云推荐的这款产品名叫白云豆牛奶口味鸦片糖果，简称排油小奶片。据他介绍，这是一款具有排油作用的食品，没有任何副作用，每天只需要在餐前吃2片，油脂就会被包裹住并排出体外，它可以阻断90%的油脂被吸收。我们可以看到小奶片的粉末进去之后呢，快速的在包裹油污，那一会儿会发生怎样神奇的事情呢？我们就一起拭目以待。看它在逐渐的下沉，它对油污进行了包裹，在逐渐的包裹。啊，神奇的一幕发现了。我然后就说是想试一试了。他后来会给我个彩幅嘛，我用的他给我写给我彩幅嘛，我在这个超型摩登所注册了。在张云云的引导下，丁女士在一个叫创世摩登的微信公众号上注册，按照页面上的要求填写了由张云云提供的财富码后，才成功购买了这款排油小奶片。399买了一袋彩票，后来他又把我邀进了一个群里头，然后每天就让我听课。在张云云的热情邀请下，丁女士加入了一个微信群，在群里听到了这样的内容。顾客是399是吧？那成为取代后呢，我们是不是再复购就成为239了？让人们就是说在变美的同时还能有钱赚，那一定不会有人去拒绝它，是不是？所以说我们的市场是不是蓝海市场？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朋友圈里呢，经常看到有人在宣传产品，这些产品的品牌大多不是人们熟知的，但是功效都是惊人的好。在宣传产品的同时，这些人也会在朋友圈晒一些成交的订单、吃大餐、旅游、提车等炫富的照片，甚至呢，还有人吹嘘月收入几万、几十万元。至于买房买车，那几乎是小事一桩。这位张云云也是如此。聊天中呢，他告诉丁女士，他身边有不少朋友在购买了他推荐的这些产品后，也加入了这个行业，从而呢一步登天，赚了大钱。变美的同时呢，还能挣大钱，真有这样的好事吗？一起进入我们今天关注的事件，了解他的来龙去脉。低门槛入会，便能开启属于你的财富密码。1890要不了你的命，但是可以给你一个致富的一个机会。高收益高回报，背后总有深不见底的陷阱。我们才怀疑，可能还有更大的一些幕后的人在去运作这个事儿。金钱的陷阱一线正在播出。
按说明书服用了小奶片后，丁女士发现并没有她所宣称的效果，她以为自己遇到了骗子。这时张云云也不再向她宣传小奶片的惊人效果了。就是说买这个产品的时候，它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它就是说是你可以通过这个购买这个产品可以赚钱。按照张云云的说法，首次在创世摩登这个购物平台上购买一单产品需要人民币399元，再次购买五单的单价就会降至299元，五单需要1495元，加上首次购买的一共是消费了6单，共计人民币1894元，这时候购买者就有了发展会员的资格。6.18拿着去就得了，你就是个讲究说。说了留着也解不清了，你下面你下的单所有的单都给你累的。累计都60单。你就是10几得利。你拿回家的199。你就要便宜了。然后你再往上发展就是区级经销商，你拿货价就是129。它是一层一层。这样的拿货价就低，你要自己再直接发展会员，你自己就挣得多。你要你成了区级代理，你要发展一个会员，你就挣200，然后公司再给你返。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丁女士的描述引起了警方的警觉。传销不是三大特征吗？一个就是拉人头，哎，二就是。有门槛费，三就是你靠这种团队计酬，哎，或者是这种奖励，你来获取利益。咱们和这个传销这个罪名一对比，你的层级关系特别明显。你就是发展的会员越多，层级越高，你挣的钱就越多。它主要是以挣钱为目的。创世摩登购物平台上共有5款产品，售价均为399元。表面上看起来一切正常，不过当警方对相关产品进行初步调查的时候，就发现了疑点。叫小奶片，其实就普通糖果。查了一下，网上卖到1盒是几十块钱，完了3盒是卖到100多块钱。但是到了你看他们是会员那一级吧，他们卖到399，你要说真有效果，为什么人不从网上买？你因为产品是一样的，为啥要贵的100多块钱要从他们这个平台里面买？我就感觉这个利用这个虚高，就是指这个里面肯定是有猫腻的。除了价格偏高，普通消费者在平台上直接下单是不能完成购买的，必须先注册。注册时要提交一个验证码，也就是张云云提到的财富码。这个所谓的财富码由介绍人提供。你发展的会员时候，我注册的时候必须把你的代号贴到我的前面，然后才是我给我生成一个新的代号，我的代号和你的代号直接是唯一的联系，你和别人就联系不上，他就是一对一的。然后我要再发展下线，就是我的下线把我的代号贴上去，它是这种模式，这个层级关系就特别明显。正常购物网站咱们不用填写推荐人，直接上去就可以，但是他这个需要你填写推荐人，你需要买，你要买产品，因为你要晋升，你涉及到你买完了不光是你挣钱，你上边的人挣钱，你上边发展他的人还要挣钱。经查，截至2023年3月，创世摩登注册会员已有6.66万个，其中已缴纳门槛费1894元的正式会员2.3万个，涉及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平台总入金额4000余万元。据此，警方初步判断，这是一起涉及范围广泛、人数众多的传销案件。这个案件案发时呢，我正在武川县公安局工作。我是响应公安厅民警下城基层工作部署呢，到武川县公安局工作的。案发后呢，我们总队领导也是高度重视，要求总队联勤中心举全力开展案件的风险研判工作，
成立了一个509专案组，就是把青春还有网安还有技侦还有这个黄石药侦这些相关的警种还有刑警相关警种都加入进来。那么是谁在操纵和运作这个传销组织呢？为了不打草惊蛇，警方以有购买小奶片的意愿为由与张云云取得了联系。后来我就跟这个张某就说，我说你看能不能先让我了解了解或者是怎么样吧。他说那行，那你先听一听课吧，然后你每天听完课以后然后再决定，就是每天都会跟我说，哎，要不要买呀，今天听没听课呀。之后张云云每天早上都会督促民警听课和参加晨会。在这里民警了解到，在完成首单购买成为会员后，会根据销售业绩晋升，业绩是自己和下线的销售业绩总和，一共有会员、区级代理、市级代理、务公司、销售公司五个层级，会员层级越高，拿货价就越低，差价越高。你怎么会去拉自己的团队，建自己的团队，然后怎么样挣钱，然后每一层级的拿货价都是多少，然后你应该怎么去办？就说这个产品这个功效，它只是介绍一小部分，它就是里面就是，哎，主要的那个大篇幅介绍就是说，哎，你可以怎么挣到钱。除了介绍团队模式，更多的是晨会里的一些高级别会员和大家一起分享自己的财富与成功。听了那么多一夜暴富的神话，听课的很多人都感觉到好像有发财的机会来到自己面前了。你看，我就花了一单1894，我后来就复购可能3-4单，但是我这个团队发展这么大，我现在月收入就过万，就这种噱头就开始跟你说，就讲怎么样，怎么做。1890要不了你的命，但是可以给你一个致富的一个机会，要不然你以后你会后悔的。他也是在抓住咱们这些人的心理，哎，就是说你也可以暴富，你也能挣多少钱。经过半个多月的摸底，警方对一些骨干成员的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与此同时对创始摩登购物平台资金流的调查也取得了重大进展。最先找到的公司是杭州良泉奇美科技有限公司，因为他创建的平台是创世摩登这个传销平台，然后他的前身是杭州燃跳动科技有限公司，然后他的前身的平台是搞点燃料传销平台，他两个公司对应的两个平台。像他们这公司注册都在杭州，但是他们这些人的实际经营就是说人都不在杭州，他都在合肥。不仅如此，这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都是龚某。龚某1990年出生，籍贯湖北。2022年7月，他将杭州燃跳动科技有限公司注销后，又成立了杭州良泉奇美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法人龚某啊，但是他这个资金流向就流水就非常大，他个人账户就是。大体上就大概就咱们粗略的调了一下，就可能从这个最开始这个2021年，咱们也是最开始2021年开始就大概有4000多万。但是他作为一个公司的法人，按理说这个钱应该用作我公司的正常运营或者是我个人的消费，但是通过我们分析发现呢，他的这个资金更多的流向了罗某。罗某1990年出生，籍贯福建。在对龚某名下所有的账户进行调查后，警方发现这个罗某才是公司的实际控股人。一说到传销就会联想到金字塔模式，传销组织疯狂拉人头并形成一定层级，加入的人想获利就必须介绍更多的人加入。传销组织的获利方式实际就是对新入会人员的钱进行重新分配。那么这起案件里谁是处在金字塔尖上的人呢？龚某和罗某在其中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我们来听听本案涉及的相关各方声音，解开疑问，还原真相。
拨开迷雾，揪出幕后的隐形人，循线深挖，迅速出击，警方突破迷局。金钱的陷阱一线正在播出。与传统传销相比，网络传销隐蔽性更强，发展会员都是在网络上进行，彼此之间的联系主要是通过即时通讯工具完成，这也就避免了传统传销中下线与上线必须见面的情况。操纵者由明转向暗，躲在幕后，这使得调查取证工作困难重重。你要传统的，他们天天起来都得开个现场会啊，开个啥，要不发个纪念品，你们过来开会干啥？但是这个网络传销就是产生不同，开会都是线上的，你这个取证也那个比较困难。咱们那会儿就是怕把他们公司这个人给漏了，因为你一旦漏上一个人，这个整体的框架呀脉络就不是那么太清晰了。为了了解真相，警方从资金流向、公司的运营状况、组成人员的社会关系等方向进行了深入的调查。除了罗某频繁出现在龚某转账名单上的还有两个人，这两个人同属一家公司，安徽吉伦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杭州良泉奇美科技有限公司的供货方，他们售卖的那五款产品就是由安徽吉伦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提供的。都是个人之间的转账，不光是有银行，也银行卡的转账，更多的是一些三方支付软件的一些转账。如果要说是公司之间的转账的话，那么按照正常来说，我们应该是走的对公户才是对的，但他们并没有，也没有一些会计流水啊，也没有，这些都没有。不仅如此，警方还发现了另一处异常。按照他这个银行进账算，就这个钱就不对，就实际获利的就有一部分钱，就有很大挺大一部分钱就不在他们账户上，其实就是说明他们没拿。这一大笔钱去了哪里呢？警方对这一部分资金的去向进行了追溯。这我们才怀疑可能还有不光是这一部分人在做，还有更大的一些幕后的人在去运作这个事儿。咱们那会儿就是说就把这个人一定要摸清楚，哎，每个人的分工呀，哎，每个人具体这个流程那个是个什么样的，咱们都要摸清楚。最后通过这个资金追查，发现最后钱都沉淀在了他们幕后的跟他们相识的有共同这个好友的一个桑某呀。桑某1991年出生，安徽吉伦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通过实地调查发现，他们这些人就是虽然说是两家公司，但他实际的办公啊什么都是在一个地方。调查一开始，警方就发现龚某和罗某与安徽吉伦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张某和金某都有资金往来，而桑某却不在其中。他就不用自己银行卡，他又用的金好的，所以说他那个资金他就相当于个啥，就相当于蓄水池嘛，就在金卡上，就是他一直存着，完了后来就他开始就支配，发给谁发给谁。这些人确定就是桑某、张某、龚某、罗某他们四个人的定了以后，然后我们就然后把下级的这些会员也定了，就是咱们主要是现在的会员，我们就是从我们的数据分析以后一看，就是咱们内蒙的多，内蒙的受害者就特别多。至此，这个传销团伙涉嫌犯罪的证据和主要人员构成已经明晰，收网时机成熟。武川县公安局共抽调71名精干警力，成立了15个抓捕小组，前往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巴彦淖尔、安徽合肥五地同时展开抓捕行动。2023年6月20日，前往安徽合肥的抓捕组到达了目的地。我们一开始就是我和小周上去的，上去以后人家有当地的警察，我们上去的人少，说看看其人在不在，然后去一看锁门的了，问隔壁的公司的，正好有一个出来了，一问就说，哎，他们公司老没人。当时我去了侦查的时候，上了这个锁以后心凉了一大半，我说这可费了劲儿，因为你要找的同时要找6-7个人，
就是最主要的这六七个人，你说你不能说是我把这个那啥了那个放下了，不行。这次抓捕行动的难点就在于相关人员比较分散，保密工作不到位，或是抓捕不同步，都有可能造成集中抓捕行动功亏一篑。因为我们当时去的人比较多，我说咱们歇好撤出来，要不然就引起怀疑了。我说歇好撤出来，完了就里面只留了两三个人在那儿就守着呢。这组人盯的时候，说是门开了，我们就又往过翻。我们当时就在那儿控制住四个人，就是桑某、张某，还有罗某，还有个金某，他们四个人都在。与抓捕桑某等人的一波三折不同，对龚某的抓捕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这是搜查证，我们依法对你的住所，还有你刚才所说的你们的办公场所，以及你所谓的仓库，进行搜查，明白了吗？这是你的搜查证，给你看过了哈。好。龚某声称自己并不参与公司的经营。您公司的账我们公司没有账吗？因为我不懂这些。你是法人，你不知道？我就负责带团队，带下团队。然后我现在已经两年多没做事情了。你两年多没做事情，那个钱还咔咔往你银行卡里流？那他们可能用我的账户吗？当天，警方还找到了两家公司在合肥的仓库。查获了销售数据及大量库存产品。然而被抓获之后，桑某等人坚称自己所在的公司是正当经营，并没有任何违法犯罪行为。相比传统聚集型的传销模式，无接触分散化的网络传销传播更广更快，危害也更大。犯罪嫌疑人呢，常常利用电商返利、互联网金融、虚拟货币、微商代理等近些年衍生的金融模式和商业概念，为网络传销披上五花八门的外衣，使其极具迷惑性。这也为警方后续的侦查审讯工作带来了难度。落网后，桑某等人声称公司呢属于正当经营，产品也是货真价实，并无涉及违法犯罪行为。那真相到底如何？一切用证据说话。为谋取暴利，他们铤而走险；为逃避惩罚，他们费尽心机。金钱的陷阱一线正在播出。安徽抓捕行动展开的同时，包头组也对几名销售公司级别的骨干成员实施了抓捕。在被抓捕人员当中，有的并不清楚自己已经涉嫌犯罪。他认为他们销售的重点还是以产品为重，所以他认为他自己做的还是这个直销。那你下级有多少人？就是少的马卖货，十来个吧。十来个少的马卖货是吧？对，小孩你也能卖一袋送一百六。就是这样的。哦，咱我哥儿知道。那你现在意思你挣了几十万是吧？挣了咱就这个意思。挣了几十万。20来人。对，然后你说是你就卖了十来个人。那你是意思十来个人？每人买一单？不是，他们来用的好的话，他们就会复购这个彩票。的意思，这个十来个人在你那儿买了可相当量相当多的量，对吧？是这意思。然后相当于一单提上160，所以才能挣这么多。和穆某一样，呼和浩特的王女士最初也是通过朋友接触到了排油小奶片这款产品。她说，用完以后觉得效果不错，所以他才复购的。后来因为我吃见挺好的，这个产品挺不错，我吃了也排油了，然后我跟家人一起吃，
然后我又买了好几次。有没有其他人就通过你了解到这些产品后来购买的？亲戚，然后他今天我吃的挺好的，然后他也买了。嗯，他们也买过是吧？是我给他买。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警方将五种产品的样品送往检测。检测出来的成分，有就是他们包装盒上没有的成分，这个需要咱们下一步再继续确定，它这些成分是否对人体有危害，是否构成其他犯罪，这是我们下一步的工作。产品的包装上显示，他们是由杭州燃跳动科技有限公司委托生产的。警方对几个生产厂家分别进行了核查，结果令人吃惊。我们去找这个生产厂家的时候，就是硬往低压价，一开始他们就是12.5块啊，就是一盒，他们就是399买的三盒，是一盒就是12.5块，就是加上那个包装运费就不到50块钱的成本。成本差不多50块钱，卖300多，实际上是给代理商分用。但是这个价格明显高于这个产品本身的价值，因为它这个价值它就包含了普通会员网上4-5个级别，每一级都有返利，他把这个返利也加进去了。而罗某却说，他们只是从桑某的公司进货，然后卖给各地的分销商，从中挣取一个差价。我们相当于经营模式是这样子，3家还有经他们三个可能一个公司，我跟狗属于一个另外一家公司，现在我们公司是分开了两批人，他只是给我们一个供货价。但是从法理上来讲的话，我们是有供货合同的嘛，我公司跟他公司是有供货合同的，就是我们的货确实是供货给他们公司，他们公司对外销售，然后承担一切的法律责任嘛，然后销售嘛都是他们公司对外承担嘛。如果仅仅是靠产品差价获利，那么利润应该和购买人数成正比。然而警方对创始摩登后台数据统计分析后发现，公司订单金额并没有随着会员的增加而升高。我们在这个图里面呢找了三个数据，横轴呢是一个时间轴，竖轴是一个金额轴，我们这个三个数据分别是会员数，就是总会员数，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平台内的总会员数是越来越多的。第二个呢是新增会员数，就是说每一个月的新增会员数。第三个呢是订单金额，是每一个月的订单金额，随着他人数越来越多，他的订单金额并没有越来越多，而他订单金额和什么正相关呢？新增会员数。也就说明什么呀？说明该平台呢如果想卖出去产品，就需要不断的拉住新增会员。真正购买产品的人呢就是新增会员，新增会员为什么购买产品呢？就是为了入会。数据显示，大多数会员在购买了1894元的产品，取得入会资格后，就不会继续消费了。这个是这个级别所有的人数，这个是这个级别所有人数的本人的消费总额，啊，这个呢当然是就是求的一个平均金额了，是吧？我们通过这个平均金额可以看到，你看区级经销商是最低级别的正式会员，它的平均消费金额呢是2569元，我们就拿一个销售公司和它做比较。他销售公司呢是比他级别要高的很多，但是我们看到呢，销售公司这58个人，他们本人平均消费金额呢只有3849，一个是6单，一个是6000单，但是我们看到平均的消费金额并没有造成多大的差距。通过这个数据，我们就能看出来，平台中所有的会员本人是不怎么消费的。那他消费这个平台中所有会员消费的唯一原动力是什么呢？就是入会。一旦成为区级经销商后，他就不怎么消费了，因为他已经达到了入会的资格。种种证据表明，由杭州良泉奇美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的创始摩登平台涉嫌传销。张某，安徽杰伦西公司的张某反而负责了创始摩登平台的后调试和运营，然后金某他是负责创始摩登平台里的发货，每天的发货。你作为你上线供货公司来说，对于你在每天在给这个就是传销平台来进行工作，
所以说我们也认定它就是传销里的关键的一环。这个商下面的有张小还有金，他们对他还有罗，还有这个还有公，他们四个人一起指认他，而且还有这个咱们去的就厦门那个有个生产厂家，这些都是他出面联系的。经过甄别，截至2023年6月21日，11名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嫌疑人全部归案，现场扣押涉案车辆2台、手机22部、台式电脑5台、笔记本电脑2台，查封仓库3处，扣押货品2268箱，冻结涉案资金400余万元。今年以来啊，我们武川县公安局这个以这个抓党建、强素质、整作风、塑形象、专项活动为牵引，就是成功侦办了509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这个这起案件的成功办理呢，就是以党建引领、推动警务效能提升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成果，更是打破这个警种的壁垒，集体协同、合成作战的一个充分的体现。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传销犯罪已经成为传销犯罪的主要形式。短时间内能够裹挟大量人员和资金，既给公众造成经济损失，侵害公众切身利益，也严重损害社会诚信体系。网上交易和消费只是网络传销活动的依托和幌子，其实质没有发生变化。传销组织本身并没有创造任何价值，其利益来源与产品销售提供的服务都没关系，承担损失的只是新成员。嫌疑人涉案犯罪手法和参与者的投机心理，使一些相信一夜暴富的人掉进陷阱中，令人防不胜防。那么对于新型网络传销犯罪要如何防范，新型网络传销有哪些主要的类型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院李怀胜副教授的解读。根据司法实践中心案例分析吧，目前网络空间中的新型传销行为啊，大致可以分成7种。一种呢是以高收益为诱饵的金融投资理财类的传销啊。第二类呢就是以互联网创新为幌子的境外投资类的传销啊。第三类呢是以消费返现为口号的商城促销类的传销。第四类呢是以慈善公益为名头的实际上是敛财性的传销。那么第五呢是以保健品、收藏品、投资等为载体的骗老类的传销。第六类呢是社交平台内的微商类传销，以及还有设置高收益推荐奖励的理财游戏类的传销。那么从这些传销的类型呢，我们实际上也可以看出来啊，首先还是要对新型网络传销呢它的特点呢有一个基本的识别和甄别。轻点鼠标你就是富翁啊，坐在家里就能赚钱这些网络传销经常采用的话术呢，我们要保持那么高度的警惕我们应该明白天上很难是掉馅饼的，如果轻点一下鼠标你就成为富翁，那么传销组织自己何乐而不为呢？为什么会要把这样轻而易举的赚钱的模式要交给别人呢？所以这个网络传销呢，作为传统传销犯罪活动的变种不仅具备传统传销的危害性，而且自身呢具有更大的隐蔽性，更大的欺骗性。所以我们在从事网络投资过程中呢一定还是要擦亮眼睛千万呢不要轻信你惦记传销组织给你返的这些所谓的利润，而传销组织呢惦记的是你的本金。任何投资都有风险，理性对待违背常理的高额回报。如果发现涉嫌传销的违法活动线索，可及时向相关执法部门举报或是报案，以便及时的保护自己和其他潜在的受害者。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可以在微博央视频中搜索一线，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
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下期节目再见。